大家好，我是陈思义。这节课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小调五声音阶，并且跟大家说如何去理解音阶，然后运用音阶去即兴。我发现很多同学去理解小调五声音阶呢都是错误的，也许他只是背了指型，但是他并不能做到就是想要哪个音符就去找到哪个音符，他只能在指型里面瞎弹瞎即兴。这样子的话呢是很难弹出自己想要的音乐的，然后并且也很难去学习更多新的知识。例如你听到一个很好听的声音，如果你不懂乐理的话就不知道它为什么好听，然后怎么用，那你可能就没办法在你下次即兴的时候就是想要这个声音的时候找到它并且把它弹出来。所以我们这节课的第一件事就是搞清楚小调五声音阶的组成音，还有和它在吉他上面的把位怎么弹。首先呢，很多人都想要会即兴，对吧？作为弹吉他手来，大家都会想即兴，但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即兴。那么首先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即兴的思维呢大概可以分为两种啊。第一种呢就是在音阶上面即兴什么调的音乐，那我们就即兴什么调的音阶。那例如 F 大调的音乐，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 F 自然大调的音阶，对吧？那或者我们也可以用 F 大调的五声音阶。第二种呢就是在和弦上面即兴，那么我们通常的伴奏里面呢都有几个和弦进行的，那你可以根据它是什么和弦去即兴它的和弦音，然后爬音或者音阶。那么例如我们的 C7 和弦，那么在这个和弦上面呢我们可以演奏 C7 音阶，那就是C 自然小调音阶。利用这个音阶去即兴，那么我们也可以演奏 C Dorian 音阶。使用这个西哆瑞音阶去演奏进行即兴，那么我们也可以演奏西 minor 五声音阶，也就是我们西小调五声音阶。在这个和弦上利用这三种音阶去即兴，那我们也可以演奏西 minor 7的和弦爬音去进行即兴，那就是利用这几个音阶和爬音去创造你的乐句作为素材去进行即兴，然后伴奏进行到下一个和弦的时候你就可以弹下一个和弦相关的音阶和爬音去进行即兴，这就是第二种即兴的思维。那么我们通常都会这两种即兴方式呢结合运用，当然你也可以单独的使用其中一种，然后我们这节课呢主要讲的就是第一种，在音阶上即兴。那么我们首先要改正一个观念，就是我们需要用音程的思维去理解音阶的色彩。之所以不同的音阶呢它拥有不同的色彩呢，是因为它音与音之间的距离不同而产生这个音阶的色彩不同。那么比如我们的大调音阶，自然大调音阶，它是一种给人比较明亮开朗开心的一种感觉。那我们的小调音阶呢，它是给人一种比较伤心然后比较阴暗的一种感觉，对吧？然后这就是它们的音阶色彩，音与音之间的距离不同呢导致这个音阶的色彩也会不同。我们这里呢用音程去理解音阶的话，那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什么音符在音阶的哪里，然后这个音阶呢什么音符升了什么音符降了。接下来我们用C小调来讲我们的小调五声音阶，
那么我们小调五声音阶呢，一共有五个音。这里我给出它的音阶公式，其实就是用级数来理解这个音阶的组成音。当然，有些同学不知道级数是什么东西，那没关系，你只要记住哆、降、咪、发、嗦、降、西、哆，就是我们的小调五声音阶的音阶公式。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是西小调五声音阶，它的音阶音就是哆、降、咪、发、嗦、降、西、哆。那么你可以不懂级数的同学，你可以把这个呢哆降咪发嗦降西哆当成小调五声音阶的音阶公式。那么任何调的小调五声音阶呢，它都可以用它来套。那例如我们的 A 小调，对吧，我们找到主音 A， 那么在六弦的五品，那么你可以把它唱为哆降咪发嗦降西哆。但是它实际的音高是拉哆瑞咪嗦拉拉嗦咪瑞哆拉，对吧？所以我们用这个音阶公式来唱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首调的思维，首调的唱法。在这里补充一下，主音就是一个音阶的第一个音，比如哆瑞咪发嗦拉西哆的哆就是主音。那么比如 G 自然大调，那就嗦拉西。哆瑞咪升发嗦，那么嗦就是它的主音。那么通过这个音阶公式呢，我们可以看到小调五声音阶音与音之间的距离，对吧？它音阶里面的音跟主音的音程距离。那比如说，主音跟第二个音是一个小三度，对吧？第三个音哆发是一个纯四度，纯五度，哆加西小七度。到我们的主音，那就是一个纯八度。首先呢，我们的小调五声音阶呢，其实是从我们的自然小调五声音阶减去了两个音得出来。那么我们自然小调音阶的音阶公式就是哆、瑞、降、咪、发、嗦、降、拉、降、西、哆。那么我们的小调五声音阶就是少了瑞和降、拉这两个音组成的，那么就是哆、降、咪、发、嗦、降、西、哆。在此之前呢，我们需要来看一下西自然大调，然后理解音程在大调音阶的组成，然后这样子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小调五声音阶。首先呢，我们的自然大调，那我们的西自然大调的话，它的音阶音就是哆瑞咪发嗦拉西哆，对吧？那么这个哆瑞咪发嗦拉西哆呢，可以当做自然大调的音阶公式。那任何的大调自然大调音阶你都可以唱成哆瑞咪发嗦拉西哆，把它理解为哆瑞咪发嗦拉西哆。那么比如说 G 自然大调，你就可以唱哆瑞咪发嗦拉西哆，找到 G， 然后把主音当成哆，对吧？哆瑞咪发嗦拉西哆是干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呢？是因为一个音阶呢，比如说大调音阶，那它音与音之间的距离是规定好的，所以呢不管是什么调的自然大调音阶，那它的音与音之间的距离都是相等的，所以我们都可以从哆开始去唱一个音阶，把它当成一个音阶的音阶公式。那么通过这个自然大调音阶呢，西自然大调音阶，我们可以知道音阶的主音跟第二个音是一个大二度，音阶跟音阶的第三个音是一个大三度，第四个音是一个纯四度，第五个音是纯五度，第六个音是大六度，第七个音是大七度，第八个音又回到我们主音是纯八度。所以我们自然大调的音阶里面的音与主音的关系就是大二、大三、纯四、纯五、大六、大七，然后纯八度。那不懂音程这个知识的同学没关系，你就把它死记硬背背下来就好了。所以以此呢，我们可以知道任何自然大调它的所有的音与主音之间音程关系，对吧？那这就是我刚刚说的用音程的思维去理解音阶。接着呢，我们可以在吉他指板上呢演奏西自然大调的指型。
是需要通过这个自然大调的指型去推出我们的小调五声音阶的指型。那我们刚刚已经学到了小调五声音阶的组成音是哆、降咪发嗦、降西哆，对吧？那我们刚已经把哆、降咪发嗦、降西哆的指型弹出来了。那么其实我们只要把 re 和 la 二音和六音去掉，然后把我们的三音和七音，对吧？降一个半音，那就是得到了我们的小调五声音阶的指型。那么就哆咪，那变成降咪，对吧？那我把降咪移到六弦这里，这里哆降咪更方便我们演奏。那哆咪发嗦，哆瑞咪发嗦拉西西，变成降一个半音就降西，对吧？降西哆哆咪发嗦降西哆。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到了小调五声音阶的指型了。首先呢，这里补充一下，我们吉他指板上呢一品代表一个半音，所以我们的咪变成降咪的话，就是往下移一品；西往下移一品就变成小降西了。所以小调五声音阶我们需要弹它的主音哆，然后在一个小三度降咪。纯四度，纯五度，小七度，纯八度。所以我们小调五声音阶的音与主音的关系就是一个小三度，然后纯四度，纯五度，小七度，纯八度。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我们小调五声音阶的其中一个把位。那么我们吉他上面呢，是把我们小调五声音阶划分为五个把位的，就正常的话是划分为五个把位的，然后刚好十二品就把五声音阶划分为五个把位刚刚好，然后这是其中一个。那么其他的把位大家可以通过刚刚那种方法，就是通过自然大调音阶的指型，然后把它推导出来。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滑音的技巧去连接小调五声音阶的不同把位。接下来呢，我们熟悉了音阶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即兴了，对吧？然后大家去练习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先熟悉这个音阶的指型。大家去练习的时候，不仅仅是要把指型给背下来，那你需要把它的组成音还有音程关系也背下来，对吧？这样子你在即兴的时候，比如说你想要一个小七度降七音，那么你就可以快速的找到降七音在这里，对吧？那么比如说你想要降三音，那么就是在这里，对吧？比如说你要五音，那么就在这里。四音降三音，好，我们大家应该知道了如何用音程的思维去理解音阶了。那么接下来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可以快速的加入你想要的 color tone， 例如我们的布鲁斯音阶的布鲁斯音。其实布鲁斯音阶呢，就是在我们的小调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个升发，对吧？降咪。布鲁斯音阶的 color tone， 对吧？布鲁斯音。那么你可以进行在这个音阶，在这个音阶里面进行演奏乐句即兴。想要快速去学习音阶即兴的同学呢，需要多多去模仿别人，学习别人的乐句，然后不断的积累。那么你去扒别人的乐句的时候，你就要去分析他是弹了什么音，对吧？那么音阶里面的什么音，那么你就可以用刚刚学的那个音程的思维去找到那个音，对吧？然后呢，我们的音阶的把位有很多个，比如说你学了在这个把位的乐句，对吧？
那你知道了它的音符之后，你可以在其他把位上面去把它演奏出来。那么，弹多了之后就会变成了你的东西。那么在音阶即兴的时候，我们刚刚说了，不要就是依赖于被指型，而不知道你自己在弹什么音。当然，我们也可以在音阶指型的这个基础上面去创造一些乐句，比如说。那么它其实就是在这个音阶指型进行一个魔镜，对吧？或者这种，这个也是，或者这种也是，基于音阶的指型去创造一些乐句来的。好了，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想学习更多的其他相关的理论知识，欢迎大家来咨询报读我的吉他班。那么，让我分享更多的学习方法，系统带你理解乐理，理解音乐，解锁吉他之吧。那么，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了，感谢观看，记得点赞，拜拜。